我想一下，我真的有失忆症，我现在突然有点想不起来，我好像送他什么过，好汗颜哦，我好像没有特别，好像没有哎、欸，真的、啊，他聊过年是不是？我觉得我觉得我在这个关系里面，我真的比较像男生，就是我反而会比较忽略了，可能我一忙，我就会忘记这些事情。但他会记得，他好像对我比较记得。